这是因为我们丢弃了一个水桶嘛，丢弃了一个24升的水桶。因为我算了下位置，如果我们要放那个炉子的话，这个24升是放不进去，但是我们可以19升的可以放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买了一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19升的，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就会小很多。哎 ，mini 版，19升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常规的那个桶装矿泉水，就是18.9升的，刚好一桶。先放起来。好，是我们的水桶，下边就全部都是这次买回来的水果、蔬菜啊什么的，就先在这儿放会儿吧，没地方放。送了一个洗桶的刷子。好，来收拾一下这些残局。纸壳箱、泡泡棉，这些东西都要收起来，没啥用了。这个箱子我们是要留着的，不行放在副驾吧，我看。他吃完之后，我们可能要把它寄走，因为我们这壳子上次摔了一次，摔破了，所以就不用它了，它就退休了。然后呢，过年嘛，我们就换一个红壳子，通红通红的壳子，对吧？本命年我们用红壳，虽然我的手机是蓝的。也可以套红壳嘛，红黑也很配的呀。哎，红蓝，你看这个套红壳它就会充电显示，哎，就是显示会是红色的，套什么壳会显示什么颜色。苹果这个你看，哎，刷变成红色了，可以，这壳就留着吧，当备用的，万一没壳了。哎，不可能万一没壳，丢了吧。忽然外边又开始打起雷了，现在是狂风暴雨。我们的院子呢现在湿哒哒，还好有这个挡着雨，不然的话估计中间这些免不了要淋雨。对对对，大家都在惊奇的这个雨为什么会下这么大。来了，虎哥也来了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羊肉卷啊解冻了，晚上我们要吃涮羊肉，大雨天吃涮羊肉。先去把桌子收拾一下，把锅准备一下。周总他们出去买炭，因为我们没有炭，只有柴火。哦，这个水果要放起来。这要不然放外边都坏了呀。切呀、啊！嗯，来。行。冻解冻了吧？不能解冻，解冻切不动了呀。就是这个，我刚才稍微解冻了一点儿，就是能切得动。行了，我的也不再充电啊。哦，没水了嘛，肯定也就停电了呀。没水呢。啊，水也停了呀。哇，我就是50%的电了，也没充。应该是停电了，因为那个水压不是也小了吗？每次那个水压一小就是停电了。不过他应该会来。水力发电吗？对。坐在这儿切吧。比羊肉用铜锅煮是最好吃的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搞了个铜锅。这是要吃它原本的那个味道。哎，确实是不好切，坐着。站着切了这样太费腰了呀。手切羊肉嘛，切得稍微厚一点，有点肉感。桌子有点低啊，所以这个切起来呢费腰不费手，因为我已经把它解冻解了一半了。你看这肉包的，要肥有肥，要瘦有瘦。开蛋，就是切的时候手有点冰，不行了垫块毛巾纱布啥的。
小心了。不行，我得垫块毛巾，这个手硌的，等会儿会起泡。拿一块新毛巾来垫着刀，要不然他这个手一会儿这个地方会起泡。这样，其实我在家里边买了那个切羊肉片的机器，带没带？嫌那个太重。切羊肉片的机器？嗯，就切这种卷的，压着很方便切。之前在家里边试用了几次之后挺好用，但是这次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它太重了，不行，用不了。你要切成看，我这种一片一片的。这样涮起来你才不是满嘴渣子，要不然你吃的满嘴肉渣子。对，它糊了，完事儿。这么快？唉，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刀？是不是他那刀不行？那是我的刀啊。啊，这刀应该可以，双立人了。嗯。我操，原来是刀问题。原来是刀，省劲儿多了，是吧？嗯、啊。两盘羊肉轻松搞定。好，就这样用包羊肉的袋子给它再包起来，可以了，不招苍蝇。等会儿我们就再用不了一两小时我们就开始吃了。混合丸子，反正是各种什么样的丸子都有，还有两个黑丸子。胡哥等会儿再把那个丸子再拿出来倒在这里。不是，咱们吃这火锅顶上这个东西不会烧了吧？啊，不会，再这样下雨更不会，那只是点烟儿，没关系。嗯，别一会儿烧了，烧个大洞在中间，一下水全浇在锅里。菜，看咱们有什么菜可以涮。你来洗啊。好，那你过，你来洗吧。现在有点下雨，稍微等会儿吧。玉米也可以煮的嘛，咱们砍几节玉米，就用这个盘子搞一盘。洗洗蔬菜，这是我的口罩。哎，这两天出去都得戴口罩，收起来吧。而且内蒙的羊肉啊，最好是蘸芝麻酱和韭菜花。我全国人吃的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，按照自己口味来吧。韭菜花有吗？我先上来找找调料。不见了。哎，小肥羊的辣锅，搞一个辣锅吧。啊，看看我们有没有带韭菜花。韭菜花，这是韭菜花吧？韭菜花也有。那我们就韭菜花、辣酱，加上我们的。还再拿午餐肉，七拼八凑，一顿火锅。看他们谁有红葫芦，小肥羊底料，然后这不是韭菜花，蒜蓉辣酱，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放一点，嗯，然后还有点龙口粉丝，咱们到时候要煮点粉丝。我那还有叫什么粉丝啊？午餐肉。切片儿，往里边一放，放一半儿，另外一半儿放其他的。好，来吧，午餐肉，丸子，这点丸子和这个拼在一起。我那还一袋呢。啊，你那个丸子就。在这里，现在都准备啊？准备啊！等会儿他们回来就吃了呀，火一点就吃了呀。要不这一吃又太晚。在这大雨里边洗，洗再开心。小何同学在给我们做饮料，做一大矿泉水桶。我做饭。今天晚上就喝这个一大桶饮料。胡哥在蒸米饭，
我们就准备开吃了。